在白天哦，这个车水马龙会相当的还更危险。那根据这个施工单位，我是认为说他们的理由不太能接受。他说是因为天气太热，所以呢才会导致刚铺好的马路会有下陷凹下去的情形。但是这个天坑大家可以看，这可以两台车可以下陷可以下去的这个空间哦，我认为这个是相当的危险。所以说以天气热当成是一个理由，是我们不能够去接受的。所以这个施工的品质这是第一点。但是哦，根据这个里长的说法，这附近哦有这个天坑哦，那个大小的天坑哦，其实这边天天普普的状况已经有两次，一个月内发生两次的情形，所以会不会有这个施工品质贪虑的问题？我想这个应该要值得好好的来讨论一下。其实最近没有下雨，我认为这个是非常的。希望赶快有关单位赶快把它填了，然后车子经过，然后比较安全。本来这个天坑没有这么大，现在越来越大，扩积的越来越大，所以这个白天之后，我也要请我们的公务单位好好的来对这个附近的这个道路好好的来做一个检查。那刚刚里长也有讲过，这附近呢，这个斑马线旁也有这种小天坑，一个月补两次的状况。所以这边的这个道路上，这个柏油路上底下的这一些这个我们有关于这个路面的是不是相关的结构会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好好的请公务单位来厘清一下，不然为什么要补这么多次？太可怕了。